些大人阿妈年轻的时候，爷爷爱疼阿妈多，他们感情很深。当时爷爷身负重任，就在离乡的那夜，给了阿妈一个吻，轻声说好的，我要离去，别再哭泣，不要伤心，请你相信我，要的对，我的爱，陪你永不离开，因为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，要了歌唱的声音，听我说声我爱你。谢谢，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。其实第一场的表演虽然是用这种形式来